我32怀孕张老师。然后怎么来？什么？干嘛啦？你就是跟他。我觉得这样不妙啊！你就是跟他。我其实我，我觉得这样不OK。我命在哪？你两个女的难找。这个郑伟浩，你怎么坐在床？就他一整过来，啊，是纽约亚太电学很压抑想，我怎么会这样抓他？你看不看？这个是我。然后先过来泡，就是泡。高雄拜年三，然后就。
了。